占了他底下试试。我在我的员工休息室愉快的看景色。我操，可真好！我要创造自己的场景叙事呢，朋友们，别忘了。别忘了我们需要干的事情，准备创造场景叙事。如何创造场景叙事呢？先把垃圾丢出来。保温杯，多肉植物，钢杯，纸巾，场景叙事，要什么？铝跟等，买点屋。空咖啡袋，哦，那个咖啡袋，对对对，零重力线，这要来一堆吧？摆十个、九个，茶包也要摆一点吧？每个都来，随便，随心一点。倒是没必要非要特别的对。呼，看看这一大圈。我一点开始，得有五十多个。开始摆场景叙事。五十多个零钟就行了。哎，这才有生活气息嘛，对吧？这什么东西啊？啊，音箱。哼，这不是音箱，哼。没有小杂物，哪来的生活气息？房子可不是建完了。最基础的软装就完事了，房子这种东西要哎，香炉，咖啡袋，他妈怎么一个个人？哎，不不，我不要一个个。嗯，非常好。飞船容量，飞船容量三千起就够，基本上都够。这哨站建起来，这还方便切飞船。然后太阳能板也能放在那个起居舱的顶上。嗯，对。啊，小的我还没试，那个，大的我知道。小的也可以，应该跟大的。会取消这个点。咖啡对吧？咖啡杯，可惜这不能塞。你可以塞，但是用这个建造模式不能塞。
买一堆。需要换咖啡包等等，这堆东西你要一个个丢，否则他给你算一个。我发现哦，你就说一起丢的哦，没有哦，他会有点滞了，有点滞啊。我不是丢了好几个吗？怎么就这么奇怪的？我再丢一下看。这样还蛮智的。对，他给你算一个咖啡袋。Not everything in the... 一定要一个个丢才行。怎么任务？怎么任务版开始刷货运了，不刷生物海盗了？没做完吗？完了，他不说了，不找。Galaxy needs to come with us, you know. 对。咖啡袋。现在这种摆的好，就是你不用在那碰了。以前辐射四的时候摆这玩意，我这样跳上桌子上，直接他妈全飞了。操！我记得，现在再也不用担心这个，这是最好的改动。一击太高。正在漂浮，空咖啡袋，你要摆满咖啡袋，你就要必须要摆个空的，这样才有啊，有人真的在用的那个感觉，否则，丢在地上或丢在垃圾，我就放在桌上，旁边放个咖啡杯，就感觉就刚有人在这里挤了一袋粉，就那种感觉，这才哎。暗影女王是不是也给我算一个了？我靠！茶包，在那个咖啡机旁边放咖啡袋，然后在热水机旁边放那个茶包，多么的合理。嗯。我想到 Expanse 里那个男主一拳把咖啡机也干死。对，什么地方来着？第三季就是好像就看刚开始看到米勒的那个，以为自己疯了，一枪把他给收。这哨站越来越有那味儿了，因为。随着生活杂物多起来，就越来越有真的有一群人在这里生活的。原来光秃秃的，哎，这才是这种每个东西都能互动的意义所在。我靠，否则那不是家，顶多给我一种酒店的感觉。如果什么东西都是空空荡荡，只有这种亲手摆每一个小物件。啊、这个茶包我记得有个，是不是有个收纳架还是个架？有吗？架没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是现在就在世界里有，但是我们好像没有。放在架子。对，我们自己
我操，这地方好温馨啊！现在我感觉真不错呀，这东西到底是算了几个？我给他们多丢几个。这游戏。这是不是也要一个个丢啊？不知道，我就试试。就像这样。哇！这还有个棋盘。我有棋盘，棋盘我已经拿出去。哎，可以可以，哎，但是他这个棋居然不分那个，他这棋到底怎么下的？哎呦我操！不要捡，我怎么棋？就他完全不分的，哎，这东西不能放棋盘上，操！这啊啊，他棋盘上算漂浮，操，离谱！那我只能放在旁边了，就装作那个他们还没开始下。哎，这个有点离谱。这俩他妈配套的，你居然告诉我放不上去，这个实属离谱。过分了。安德利亚，别在那里搞搞搞搞搞了。哎，不对，哎，哎，我怀疑不是棋盘的问题啊，我怀疑和别的东西有关，因为这一边你看这边是放不上去的，但这边是能放，我怀疑和棋盘没有关系。哎，那我把棋盘移下来，然后我把这东西放上去行？不行，还就是棋盘的问题，靠，就是棋盘的问题，很奇怪。碰撞体积做的有问题是吧？不是，那你们官方是怎么摆上去的？你们他妈的用 CK 摆的，你们这帮。我逼。那 CK 当然无所谓了，操。他们直接仅用碰撞就完事了，知道。玩家可没那么容易，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摆五个吧。摆五个够，这地方可越来越有感觉了，看，看看这小棋盘，它怎么卡住了？这小休息室是吧？看我对这员工，我这边的员工多好啊，给他们做的，还能下棋，还能是吧？还有植物，它一边，它这个棋一边是六个棋，不知道，我记得是六个棋，我记得是六个棋，它一直六个，这是怎么记的？因为它那个棋盘上就放了六个。那行，那我正好有六个，靠，我正好有六个，这也太巧。因为我只收集了一套嘛，所以我记得。正好有六个，不是说明你拿的就是一套吗？那也是。对。安德利亚每次来这里就开始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玩家摆放的那些哨站，员工休息，真好啊。哦，好，把证据给交了。还有没有新的？新的细模型。赤峰典藏锅。
咖啡杯、保温杯、食物纸巾。打开的容器，不知道有什么用。食物托盘。供饮料袋。放在这种清洁车上。垃圾桶。这东西怎么还？饮料袋在看不见的地方也要加细节才行。这才有感觉嘛。哎，我操，这可太好了。现在完美，完美，完美，太完美。对了，冰箱里要放点东西，否则不真实啊，对吧？那他那些纸箱又不没法捡起来，只能自己直接放了。那些容器，扔点食物进去。食物。土豆。不，我他妈土豆要用，操！你放一个。放点儿，看看，放点这些菜，看起来很好吃。不对，要放那种带盒子的，就像员工午餐那种嘛，对吧？每天大家带，对对对，一个餐盒，带盒子的便当，对对对，那种感觉。放这几盒够了，再放点饮料，放点可乐。嗯，比尔三啤酒，这边可以放个麦片，其实麦片，子弹咖啡，气泡水，还真能他妈放进去的呢，就是有点……哦，你不要来挡着我，求求您了，您给我走开行吗？您这个要放这玩意有点水平，说实话，可不是很好放，不知道为什么。底下不知道该怎么，远一点。站远一点，不是，他必须要反而要压进去，感觉很怪。但我觉得这东西你直接塞进去也无妨吧，它也不会乱飞吧，不至于吧。哎，食物怎么拿不起来？哦哦，是我放，所以拿不起来，就是没法捡起来。除非有人穿到冰箱里去，否则应该不会出问题。嗯，
这个不，这个算了，这个我拿去。在看不见的地方也要讲究。我操！我又开始当时辐射四那种了，他妈天天在那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这次更细了，还因为摆垃圾更方便了。辐射四可没这么方便的事情。哟。但是有些方面，辐射四就旋转又比它好，哎。你说多可惜，他但凡把这个对齐这种旋转这种事情不要改，他他妈就是完美建造系统，你何必呢？本来多么的完美，我看。这个地方差不多算是完成。那个游戏存档这种不同。我每天都说我需要降落动画，我操！对，只能单向输送。说那个货运平台。对。那如果你有东西连到输出，那你是不是能双向？啊，对哦。那它不有两个，一个输入一个输出，不是你连到输入就是飞船向飞船输东西，输出就是从飞船输出东西，那其实是可以双向的呀，我感觉它的意思是。但是我现在只需要单向，所以我弄的都是单向。我没用过，所以我不知道，但是我感觉是可以，你可以试试。然后我的对，然后我的东西都是给月球造站的，所以其实。我是说弹幕。我知道。这个地方也要给它装修一下，这是工坊。首先，厨房不能放在这里了。今天晚上厨房我要换个地方放去。厨房放在哪里？对哦，这个休息室其实可以放厨房。他那个休息室放厨房也蛮合理的，我觉得我可以放在这里。他这 Steam 云存档就一个G。博德之门三有十三个，太少了，对，他妈的，微软这么穷啊！十三个级，微软就不能管 Steam 多买点东西吗？微软给微软怎么他妈抠成这副样子？现在XGP 的话，你说这XGP 里面玩的话，会不会就晕船了？我不知道，所以我好像没听很多人说有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工坊界面没有个撤回按钮真的很离谱，为啥呀？为什么不给个撤回？操，服了。哦。刚才做就试一个东西，本来就想，结果又要去找，又要去重新放。飞船明明都有这个。硬不空间。不是，人家辐射4的 Workshop Plus 那个 mod 都做了 ，Control Z。这事情完了，我迷路了。安德利亚他的个人任务要去阿基拉城。不行，这厨房不能放在这里。那厨房，哎，要不这边当食堂？哎，我觉得可以。这边当食堂的话，我就可以做一个那种柜台，对吧？完美啊，休息室旁边是食堂，很合理吧？对，这是月球。然后做那个吧台。吧台。吧台在哪里？厨房。这游戏有吧台吗？桌子了。我目前没有吧台。没有桌子。哦，这个，哎，对，这个其实类似于吧台。医用桌脚。但是看起来就像不锈钢餐桌，我都不知道，我没有看它名字之前，我都不知道这玩意是医用桌。不锈钢餐桌不也长这样子吗？反正没有毛病。飞船干你行了呀？这东西要是能自动对齐就好。
说到今天他也不能搞这种对齐，你看人家老滚 OL， 对，老滚 OL 那个是真的，各种微调，还有各种就是那种什么一倍五啊五倍十倍这样活动的。这游戏给个什么感觉吧，就是它什么都有，但是它的什么东西的细节都有点问题，就你什么都能干，但是呢它这些系统但凡再优化一点你干起来就会非常轻松，哎，它偏不，就这种感觉啊，特意让你别扭一下，你可以这么干但要别扭一下，就这个感觉。这是我们的厨房，朋友们，食堂应该说是。咱们要来放一些桌子，我都没有奢侈房品。等等，这奢侈房品不会就是要研究做的那玩意吗？嗯，对啊，四个。那我他妈都浪费在我的大沙发哦，不是，没有，没浪费，这些沙发我压根造不起，靠，高级沙发压根造不起。那你可以把它拆了，然后。我压根造不起，我看错了，从来就没造过这个东西。对，食堂，我喜欢一边地面找一些参照物，把它试图对齐一点，这样。嗯，地面找根线什么的。这要三个。我觉得放两个桌子够了，哨站也没有那么多人，放一堆桌子还太挤，没人用。椅子，长椅就行，这是食堂。这种太公园了。哎，这种不就学校食堂那种椅子吗？我靠，就那种连排的那个，但是也分单个的那种椅子。这种，对，但这种学校食堂会用这种椅子。我学校，我之前初中食堂就是这种。这种椅子有个不好，就是你不能调那个，你要调一整排。食堂谁还讲究这个？哎呀，不行。嗯，对，蓝图系统七六都有，为什么星空又没了？我觉得我玩星空到现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七六都有，或者换成这辐射四都有啊，为什么星空没、啊、说过很多遍这句话，在各种场合。实际上没有，这些都能做吧，我要确定一下，因为你不能做 NPC 可不会做，可以做，我们都要试验一下，不能光摆。这个呢，也可以做。可以做。什么叫敬业的建筑工啊，就是建完每个东西以后自己先试一遍，对吧？你自己都不试啊，你设计给谁啊？这叫以人为本。不是不能做，而是有的时候你放的位置会卡住，让你的动画播不了，我们需要确保这件事情不会发生，所以我们需要亲自做一遍，确保没有地方是会导致动画卡住了才行。我觉得他好像这一代的容忍就是那个 tolerance 变高了，像这个椅子我看上去就好像它是会卡住，但实际上它会穿模坐进去也不会让你卡住。嗯，这个椅子你看它离桌子这么近，如果七六的话我感觉是坐不进去的，七六的椅子要离桌面有一定距离才行。其实我估计椅子的前面得在桌底外面才对，这个也在桌底外面，但是很接近，我感觉
对，空出这么一条腿的船只。这是咱们的食堂，食堂后面肯定要放冰箱了，放一堆冰箱。哎，这种就是要演，就要测试了。这边放冰箱，这个厨房还能用吗？我感觉不行。哎，可以，我靠！这两个东西居然不互相挤，但是我觉得这样看着就他妈有点不正常。你那锅都拿不到，把它拿过来一点。啊？啊？啊？为什么刚才我他妈的一走，所有的抽屉都开了，然后还有稀稀疏疏的那种水声啊？他妈的怎么回事啊？什么东西在流水啊？这月球加速转动吗？不是，为什么我的抽屉都被打开了？闹鬼了吧？月球幽灵，我操！我操，月球幽灵，该死的月球幽灵！以后这成为一段传说，就是在某一天在月亮上，厨房的这个橱柜都无故被打开，啊，成为咱们月球传说，这个基地的一个闹鬼传说，以后就是。他们有那个洗碗架吗？那种东西好像真没有。架壁架那里面没有。你要么就只能放那个洗手台，好像唯一的办法。案件冲突怎么没跟我？家具装饰，墙面显示器。但这个墙面显示器，哎呦，这件事情我当时说的就是，它他妈全是斜着的墙，然后它放不上去。不是，你们就自己稍微不考虑一下，那么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不应该让它能贴到斜面上去，因为你有很多的建筑模组，它墙是斜着，你不在乎吗？难道贝塞斯达？你怎么想的呀？是吧？这就不太合理了吧？自己设计的东西都不适配的，大哥。这个东西可以塞在下面。它这一代有一点好，就是你想把东西塞在这个柜子里啊，层级或者桌子下面比以前好塞多。嗯，辐射七六的话，你要靠那个沉降 bug， 否则你都塞不进去。这一代的话，它做的这东西很容易能往里面塞。这个还是不错的，有一说一。虽然这个叫医用推车，但我看吧，当做厨用推车也行。反正都是放东西，它都长那种不锈钢嘛，反正。手推车垃圾桶。垃圾桶放这儿，储物箱、白板诊断、咖啡机，厨房也是要放咖啡机，这一点很合理。就像我们办公室旁边有咖啡机，但是公司里也有咖啡店，虽然我不知道到底谁在买咖啡店，因为啊，可能他们觉得咖啡店的咖啡比那些免费的好喝一点，但说实话，我觉得没啥必要。咖啡机，便携炉灶，这个可以多放几个，当那种临时烤饼一样的东西。我现在还没有哦，面包机要靠剪，不是
都忘了。捡个面包机回来，里面插两片吐司，我靠，那才好。嗯，越来越有厨房的样子了，大家看是吧？就是该死的水槽是放不上。越来越有厨房的样子。这毛巾挂不上啊，可能挂在这里吗？挂不到这里。盆栽植物，这个太大了，算这边不放植物。展示板，哎，这边放，对，我记得那个菜单那个东西，你记得有一个菜谱的数据板没有？那个数据板是可以重复拿的，只要你刷到那个地方。我刚才拿了一个，对，我知道，我刚拿。对，那个我操，我把这菜单直接在这里放几个这种菜谱数据板，哎，大家来点餐的时候直接就能看。这，到时候等我再去刷几个啊。现在我发现这东西的用处。以前嫌弃人家重复地点，现在发现重复地点的用处。哈哈。给我提供我的建家素材，我靠！机器人，哦，我哦，你能建那个狗啊？原来我才发现，狗安保机器人。哦，那个有一个那个头上还会冒灯的那个，对，那个很搞。这是我们初步的这个软装。初步软装，然后当然更细致的装修呢，我们要这样。首先我们打开救援，在这个救援里面啊，找到一些吃的，然后呢把他们都丢在地上。特别是这些我本来不想吃的东西。啊，果酱，生物果酱。或者说不是不想吃，是就是没对我战斗实际上没有多少大用的东西。你看这些只恢复生命值的这种，对吧？就不是很重要。白面包，然后咱们得到这一堆东西以后，就可以开摆了，可以开始来装点这个食堂，对吧？哎，记住不要他妈摆对称了，摆对称了就离谱了，到时候就太不真实了。摆的要看起来尽可能的怎么说呢？乱一点，人为一点。对，人为一点。最好就闭着眼睛转圈，然后想什么时候停就什么时候停。那也不能完全的呀。哎，人之前这个当正面啊，烤饼。餐盒，我已经不可能有空干这件事情。我们把冰箱打开，我们要确保做出细致的场景，也就是就算是冰箱里面也要有东西才行。
啊，冰箱可不能是假的，什么都没有，那可没有意思。我们这里必须要讲究这个，讲究一个真，就讲究一个真。一旦都放进去，能这样固定摆放的尽可能固定摆放，那有些实在不行的就也别强求。Turkey, be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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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f。天书三明治，饮料，这个牛奶，豆腐，蛋，虾肉，拉面，寿司，这种只恢复生命值的东西我们全给它摆在这个厨房。这些东西本来你在那个怎么说战斗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用。对，这种东西我发现他们的用处了，就是装饰，纯当装饰。哎呦，稀里哗啦的一刮，我又在感受。哎，今天晚上又不用干别的。葡萄，这葡萄太小了，看着有点怪，我还是拿走吧。这葡萄在这边放的太怪了，那你得多放几个。我就一个，现在身上就多放几个，放成一簇那种。啊，那倒是。或者那这放了一个。然后这边放的是什么感觉？就是我在这个柜台上放了一些食物，这些就像那种等 pick up 的，就是这种公司员工嘛，你可以远程订餐，我们公司就是，然后你到那个上面 pick up， 就在这边等着。对。到时候竖个牌子什么的，能不能找个类似的数据板，什么取货之类的那种数据板往这一放。就有那位放倒，这边放一些这个，哎，鸡头子的，这罐头不太好放啊，怎么还这有的时候它这个罐头吧有点怪，放不上去，罐头怎么悬空了，我靠，不放这里，它这碰撞体积有点迷，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还没开始摆放这些细的块，开始酸乳，我还要拿一堆那种脏盘子来。对，牛奶，我这牛奶应该放在外面，放在咖啡机这边，对，最合适，毕竟是牛奶。别的这些倒是可以放到里面去，豆腐，豆腐，这是什么 ？Ramen， 拉面，eggs， 蛋。
shrink， 底下冰箱底层你只能靠把东西往里面扔，摆不进去，上层可以摆。如果你把东西摆进冰箱，然后你挪动冰箱的话，它会一起挪吗？有说的有点道理。那你能不能把冰箱挪高一点，然后再摆？那没必要。不是，我是说就把冰箱挪高一点，摆完后再把冰箱摆回去。怎么把它挪高一点？就是、你在建造模式中把冰箱垫到不是放到桌子上。然后你再建造模式，没必要。我意思是我这些东西往里面扔也差不多，就尽量用建造模式的那个摆，然后被，除非有人穿到冰箱里卡着，否则不太可能把这东西卡着。虽然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发生，你仔细想想啊，这可是杯赛游戏，他妈有人穿到冰箱里很奇怪吗？还真的很可能出现，我跟大家说，我就打了 Sky U Star UI， 别的没打。哎呀，不用非得给自己加速。啊，柑橘茶，早餐日光，我遇到过，没理他。从来没理那货。茶包。对。这预算这次给的真的足，我就这么细节打磨。感觉刚才到现在都没有升多少，就建了这两个房间，这么细致的建。那居住舱那些算是，对，建舱是占的多，但是建这些小家具占的感觉好少。这一次我觉得没有，以前辐射四就完全不够，现在星空感觉还行。但是说实话，到最后还是会打那个帽的，还是该用，该不够还是不够，只是说它不够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更长一点，它够用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但是绝对到最后还是不够，是肯定，因为建这种东西是没有上限的，你永远会觉得自己有更好的细节，对，就是越放越多，然后电脑越来越，永远会觉得自己有更好的那个想法要做之类的，这件事情永远不会改变。照片警告标志 caution danger flammable keep fire away restricted area security danger laser biohazard employees only， 这些倒没有必要。展示柜，哎，这个展示柜能展示菜吗？我突然想，如果能展示菜，是。哎，它可以展示菜，那不就是那种吗？就是包括日本和国内都有很多那种食物模型嘛。我操，找到了新的方向，朋友们，等一下。哎，在商店这里，在植物商店这里展示菜。我操，那我找到了新的方向。这么来说的话，我把这个柜子直接移除掉了。嗯，我做那种食物模型，我靠，太合适了。我多搬点食物过来。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但是玻璃罩，我们这哨站就不需要玻璃罩，就来这个，这个太好了，这正是我要的那种东西。我还在想这里怎么装饰的，让它更像那种餐厅。咱们来摆点吃的。那我需要更多吃的。我靠，我现在突然感觉那些以前没有用的食物变得更加有用，因为我要在这里展示各种的那个食物。我需要到外面多找点才行。这是能摆九个。109个，咱们的这个叫什么？食堂，哎，食堂。然后这里是我们的休息室，太美了，我靠！林姐，你看我对你们好不好，林姐？我自己家都没做呢，把你们的这个区域搞得漂漂亮亮的，你们是不是应该感谢我？还有那个海乐，臭小子他妈的都不知感恩，我操，拿着我的工资就跑了。我好像没给过他工资，给过吗？哇，海乐没给工资，只有你酒吧招的那些。因为我没给工资，所以跑了是吧？靠，你也没要。没人，那这东西他现在肯定后悔，他要是听到林姐在这边吃香喝辣。他妈的小子就这么跑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说实话。仓储清单，但是我这份只有一个哎。我要找重复的，我看，我感觉我没有什么重复的问题，我压根没有什么重复的。怎么会没有？这样吧，先把这个本周菜单放在那里。快餐结案证据。哦，那边还应该放一本书，就是那个《我的快餐人生》。有没有这本我的快，不是，我书都放谁那里了？为什么我没有书啊？我书呢？我的人生快餐生涯在这里，再装饰几本书。兰花商人有没有那个厨师衣服啊？不是，厨师帽子有没有？我找到医生衣服，但我没找到这里帽子也没。三明治东面帽子，我倒这么多吃好多东西啊！我这里其实还有 cheese 法棍，这要拿几个吧？13万，这可是军械呀，这可是。爱德蒙顿饺，这么好吃。军粮荷包，1.5。看看还有什么？煎书三明治。I also wish to be prepared for any。杂志我不想放那些，杂志这种独一无二的东西，我还是想收集。那杂志会重复是吧？不，杂志的数目不会重复吧？杂志啊，会吗？我感觉会。那重复了你还有 buff 吗？没有。操，我到现在没有见过重复的。咦，他那种重复地点，他不是他重复，那他有时候会也会刷同一个。不是，他给的不一样，但是我感觉是一样的，因为我那个负重没增加，我讲知道。这我其实都没看过，我就杂志我放家里的嘛，所以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重。不过他最后历史我都没看，加5分钟最后没加，
对，应该是。哎，这我操，这场景叙事对吧？咱们这边放一个这个本周菜单，你行的。这还搞过？这就叫场景叙事。你这个是那个他们那个挖矿哨站吗？还是月球？不知道，我忘了，我看一下。你这是在月球还是在？我在月球。是你主基地还是？我主基地，当然优先搞主基地了。我以为你搞的是他们分，就分站。边输三明治，美味冠军火腿小子，这两个不放，我还有什么别的？我看。爱德蒙顿饺这个没放过，别的这个鲜蔬三明治放过。法棍。边书三明治，这样，这个我放过了，这个我拿走。哈利法克斯三明治我要放到上面去，这个放在这里，这边可以加一个餐盒，这边放点这个军粮包。我发现这个书不能横着放，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什么叫横着？就是书不能塌着，只能竖着放，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手动丢，手动丢，我怕它飞了。丢一本先放在这里试验一下。法棍一长条放哪都觉得怪，怎么办？放冰箱吧，那就放冰箱。这一长条玩意放哪都觉得怪，放都可以放展示柜。我的快餐生涯，我也觉得这座缺少灯光家具，我他妈也没找到灯光家具在哪儿。问题是，他是不是觉得他那些起居餐自带的灯就不用给你灯光了？他妈的灯呢？真的离谱。这件事是真的离谱。达摩克里斯之剑。这个剑好厉害。兰花商人。哎，这地方多有感觉，我靠，有书有吃的是吧？我的人生快餐生涯。锅霸奶茶。这就叫场景叙事啊。真好。真美好啊。我操，这家越来越有感觉了。我只能说。才有生活气息。这样才有生活气息，真不错。我操，啊，对了，少了个那个，放一个开着的来，这连着不是这个，是这个。爷爷的肉饼，
这样。那个地方我觉得适合做那种死宅公寓，我建议大家这么做。我操，这他妈怎么回事？就你做那种昏昏暗暗的那种赛博宅男公寓那种感觉的，合适。根本没空。这边放一个消防灭火器，看我们多么的用心。哎，对了，我决定我要收集灭火器，然后在每个房间里起码都要放一个灭火器。你飞船上不经常刷灭火器吗？直接在那里拿就是。是，就那些灭火器就没事拿俩回去哈。没事扛俩回家，确保每个房间都有灭火器，才能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大家可不要小看消防安全，要重视起来。无论是什么地方都需要有灭火器才行的。事关重大生产啊，生产生产安全，这叫很完美。接下来看一下，我现在渐渐的这样建以后才知道自己到底缺什么房间。你看，食堂有了，休息室有了，储存室那边，工坊，然后我看到工坊里有个医疗实验室，我就瞬间知道下一个房间要做什么，医务室。医务室，医务室放在哪里呢？放在离闸口近点的地方。小科学舱。医务室可以放在这里，但这里会挡住它的一些景色，或者可以放在这里。可以接工坊，我觉得放在这里比较合适。军事舱，放在这里比较好，放在这里。商店不能造了，好像我没看到哪里能造商店。我们就要造商店。不是四，你可以造商店，在你聚落里卖东西。那个有个 NPC 没的功能。没有，现在。这就是问题。医药实验室，医生办公室。看看医生办公室，首先有个前台这边，然后病床后面是，一边是病床，一边是制造机，我觉得合理一点。这边是制造机，然后病床咱们先来做那个办公室隔板，有这个才能做病床。桌子，对，医务室也需要冰箱，毕竟那些药品什么的也需要冷藏。对呀，然后病床家具，这个看起来像病床啊，这个更高级的病床，你造的这个才是更高级的病床。厕所没有，之后还要对要单独造那个。他不是为了上个厕所还要绕着你这个设施跑一圈。那设施又没有那么大，真是。桌子、柜子、床头柜，放一个这个。办公室隔板，
广，再这次来一个另一种，这种。其实这个隔板太矮了，但没办法，只有这个隔板。然后这里也一样。那个飞船里的那个，这环境不比我当年废土医院强他妈一万倍，不是四以前的。他那个飞船里那个瓦斯哥，他不是蹲在那里，他是卡进去的。我有一次看飞船之后，看着他慢，就我笑，发展的快嘛，他从地板上慢慢升上去，要升到二楼去。笑，果然卡进去了，就是卡进去，蹲在那里。墙面显示器地垫，地垫。第一张床反了，哎，还真反了，靠，这。啊，这样对。街道烘干机，实用推车，哎，这边还有个有那个装着 biohazard 的货物的手推车，这太合适了。正好是医院嘛，那种医疗器械，生物危害。咱们把中间这个去掉吧，确实没有太大必要，就两张病床还要隔，这边隔一下就行，这边隔一下就行，把他们和这些东西隔开。这里也可以隔一下。杨贵，壁架，桌子，不是这个桌子啊，木桌。招待桌就只有这种，那拼一个大一点，以这个为中心，摆两个对称，作为那种医生办公桌。不对，这边不是对称的，对称的要在这里吧。这两个谁才是正着的？医生的凳子，长时间办公秘书的椅子的话，为什么就这么几种椅子？有十种，有点怪，这些都是吧台椅。
他不还有个那个沙发的那里，他后面也有些移。啊，对，他不是。对，这边才是正常的移。他这些都是吧台移。这个看着可以。这个人体工学。一看就是人体工学。我记得还有个椅子像牙医，看上去。嗯。这个。但当做它是检查椅吧，那种感觉。孤桌。警告标志。Laser Biohazard Level 1 Warning Authorized Biohazard Area 警告。垃圾桶，这边放一个这种黑板。那对，但是可惜这灯啊，这一次这灯啊，实在是有点奇怪。这边放把长椅，等候长椅。这边可以放两把小椅子，做那种咨询椅。到时候搬一些医疗用品回来。现在身上有没有？这个可以放一个，这个可以放一个。这个胶带可以来，钳子。咖啡杯，保温杯，植物，玻璃瓶，铅开器，这些东西都应该放。基因样品瓶，那可太合适了。样品瓶，各种样品瓶。笔记本，哎，医生办公室肯定有一堆笔记本。金属盘、食物托盘、剪刀肯定要有。日子、手术刀、文件夹。这是 Star UI 笔。笔还有盖笔帽、没盖笔帽的好几种笔，还有各种笔。对，各种各样的笔。靠，要一个桌子，说明
否则放不下这些东西。桌子，不要太大的桌子，那应该用咖啡桌。看看，应该也就这种能适合一点。还坐下了。这些笔记本有一点离谱的是，他们居然只能竖着放，这个是很烦人的一件事情。它的功能都做了，但是做的像是好像自己没去用过一样。对，你不是你他妈的，我摆东西都能切轴，你怎么现在不能切轴了？是。这些笔记本只能这样放，有点离谱。不，那只能这样放太麻烦了，不是放的也很怪呀、啊？如果这么放，那还不如不放了。或者我自己摆两本，象征性的摆两本，差不多。摆两本行吗？我人物现在一副像没睡醒的样子，感觉他应该是困的，那我就睡一觉。他不会真有这设定吧？ 我到现在还在怀疑这件事情。我等会去睡一下，也有可能只是睡觉，他刷新了某些东西。知道。这个倒是有一些文件夹是那个是横着的，是可以横着的，不是可以横着的，它是横着的。厉害了。这什么东西？这个不要放。我试试吧。你别挤啊！手术刀。身体一件事。剪刀。电风扇，我靠，它在那里。嗯，感觉差不多。很有感觉，又有感。这个东西，看看这医生办公室，像模像样。我靠，哎，这还有旁边能看到月球的环形山、小行星、撞击坑。为什么着陆舱要与驾驶舱连？我搞不懂。多么的带感！
这哨站可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哎，对，这边放个饮水机，医疗室也需要饮水机，饮水机。I always value function over form when it comes to outposts. 哦，对了，你说的那个，你还记得你说的那个过道，就是连接两个起居舱的那个过道，我找到了，确实有。啊，有。好像是霍普那家的，霍普那家。啊。霍普科技。有，它分前后连接和左右连接。加两个毛巾更有感觉。安德烈亚怎么还坐上了？你是医生是吧，安德烈亚？你就是咱们的大医生，难道？看你这样也不像医生啊。医生，我来问诊了，医生。医生说没救，等死。这，安德烈亚可能还真会这么说。嗯，感觉这边差不多先这样。哎，诊断机器都没有放，最重要的。有医生还要什么诊断机器？医务室不放诊断机器可还行。海报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lution。 New harvest。 啊，对对对对对，灭火器没弄。灭火器老式啊，这边还有个显微镜。不煮咖啡机，折纸雕塑，便携桌上风扇。灭火器，我这还真还有一个灭火器，加湿器，这些东西应该都需要啊。对，对哦，它这一座是没有灯具，但是它场景里有一些灯，比如说盆栽灯这些东西，你可以拿走，然后放家里就完事了呀。哦，对吧？是。哎，解决了，问题解决了。装饰摆钟，多肉植物，个人数码相框，搅拌碗，木鸭，搅拌机机身，水壶，我飞船上。飞船有他妈这么多垃圾，我靠！毛绒玩具抱抱龙，造液器，医疗样品托盘，哎，这些东西，宇宙飞船玩具，左脚拖鞋，那右脚拖鞋呢？哪来这么多垃圾啊，我靠了，救救我，垃圾太多了。锅盖，好家伙，我靠，别放这。医用注射器，厨房绿茶器，
原来我有这么多垃圾可以摆，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药品、盐品、隔热手套，这些东西不都是能放的吗？餐盘。Now would be a good time to reprioritize. Shit. 咱们先重新移动到这里，然后开始。厨房绿茶器扔，搅拌机机身，搅拌碗，水壶，盐瓶，盐磨器，速煮咖啡机，锅盖，隔热手套。餐盘，对吧？哎，怎么能把这种重要的东西给忘了呢？我看成何体统啊！成何体统？太小，搅拌机机身，惊人。这东西怎么？这东西放上面了？哎，放上面也可以，感觉不是不行。这个，等等，它怎么悬浮啊？那不行啊！这玩意儿有点怪，说实话，还是放得下。这是布碗、锅。锅盖，这什么东西？绿茶器，盘子，盘子上能放个西瓜吗？不行，可以自己放，但是不能用这个放。手套，这是什么？啊，盐瓶，盐瓶应该放在这种地方，说实话，你这样子顾客才能自己拿。不应该每个桌子放一个吗？什么？有些东西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说实话。你说的倒也是，这东西应该放在桌子中间，然后每个桌子，哎，对，那我先放这里。哎，我有两个锅盖，还有锅盖呢，锅盖呢？哎，我也连接了模块。锅盖呢？哎。我的锅盖不见啊！接下来到这边，看医疗用品。显微镜、灭火器、加湿器、盆栽灯、牛顿摆、数码相框、多肉植物、胶带、杯、玻璃瓶。造液器、宠物医疗用品、基因用品、品手术盘、护肤双瓶、
科学样本。药品。五、哦。杀人呢？操！这。One is less likely to survive an ambush when one is weighed down with whatever all that. 你不要挤，你不要吓我，不要哈人了，好吧？你知道这是什么场景叙事吗？我在这个床上摆了一个小、在这个病床上摆了一个小毛绒玩具和一个小宇宙飞船，一看就知道了。意思就是这里曾经是个小孩子，一看就知道。这是学到精髓了，学到杯赛的精髓了，属于是，就这套。这里的灭火器放在这儿。加湿器。这东西。手术盘，我发现我东西太多，没有地方放了。有地方放。消毒液，请每个来的用户，这个我在那个医生办公桌前放了瓶消毒液、洗手液。每个人请洗手。对，先消 sanitize。所以这东西到底有没有浮空？我靠，怎么看有点浮空了的呀？怪。样品瓶、药品、这东西还是双面的，我靠。有点意思，有那个个人相框，有一种是双面的，好像其他是单面。什么东西？
容器。怎么还浮空？还有别的东西吗？这儿胶带。说实话，我拿着胶带过来干嘛？我也不知道。哼。非常好，功法。航服工作台靠边放，中间清出一个地方。这个军事舱的灯光是最昏暗，让人不太舒服，不像别的舱室。我觉得最舒服的舱室是这个，就是那个纯白顶，反而不是那个玻璃顶，因为玻璃顶的效果取决于你的星球的样子，这个月球啊就是这么暗，但是那个白顶的那个是最亮的。如果你在火星上建玻璃顶的，估计会好看，那个橙色的天。嗯，军事舱明显是这种暗绿，就是从头到尾的暗绿色。桌子，来一些特别大的桌子。这些桌子上到时候摆满工具，等以后，等我们攒够了工具的。控制台，电有对象相交，考没对齐说。这边是那种控制室工房，我们需要椅子。月球确实也挺漂亮，这点是肯定。
凳子。瑞带隔板展示柜。缺少资源，结构被我造没了。结构终于被我造没了。用完了。你也有今天，我亲爱的结构。它其实是建筑。Construction。不是，为啥是建筑？因为英文好像是 construction。建材应该是。Construction。哦，对，建材倒是对的，建筑也对。连锁建筑。那你用建筑造椅子，哪有这说？什么叫用建筑造椅子？用建材造椅子，倒还能。那建筑比结构还离谱，建筑。也把它写了建筑。换光灯，小型。可是这灯一点没用啊，不照亮。这它不照亮。对啊，它这连照亮都照不了，用它有什么用？哎呀，你有啥用？我靠，实用推车。反正这种时候就不追求对齐，就要歪一点才有感觉。有的时候，这事儿很玄学，我只能说，你要什么时候都聚对齐，反而不对劲了。手推车，不对，这种手推车反而应该是反着放的，否则你人怎么把它拉出来，对吧？你如果就搞桥里墙里放了，这样才对。桌面显示器，我这些桌子要分的，一个是电脑桌，一个是那个工具桌，还有一个再想想，就是修东西的那种，一个修电器。哎，一个做那个拼模型的那种。就是上面放一堆飞船模型，哦，就好像有人喜欢在这里拼模型的感觉。这飞船模型好大呀，这些都，靠，我就放一个吧，在这里，然后放一堆工具什么的，太大了。12个人，这么早12个人。我为二飞船模型。这也是场景叙事，咱们这里有人喜欢拼这个东西。武器箱，这边放武器箱。Vision for this place exceeds mine. 武器架。
护具板展示柜。超神。今天晚上就是在这造哨站。今天晚上也还在搞飞船，我还在建。昨天晚上建飞船，今天晚上还在建。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哎呦，根本没有人在他妈的做任务，靠！主线，哎，我今天就主线就谁他妈就别主线了，支线都没有人鸟，好吧？这建房子、造这改飞船啊，都没空，还主线支线，谁他妈 care？ 空。真的哪有空啊，别急啊，什么主线支线都一边去。太阳能发电按理说就是自动用啊，不用连线路。不用都没有范围限制。不应该，你等一会儿看看。我不知道，我这边感觉没有问题啊。保温瓶压接工具，合成泡沫咖啡。这个驾驶舱，这个舰桥是真的。打开的容器。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刷磁条。其实文件夹比笔记本有用，如果你要摆东西的话，你去捡那些皮质文件夹，就外面看起来像一个薄薄笔记本的这种东西能横着摆。但是反而那个笔记本不行，所以气泡水平仪，铅开气玻璃瓶，真空胶带，笔，这一代这个太好，就是能摆垃圾无视碰撞了。这个我操，这他妈的绝！这一点就明显知道，感觉他们知道玩家要什么，然后有的时候感觉他们完全不知道玩家要什么。你们是不是精神分裂啊？你这个功能，对吧？这个功能那么呼声估计是最高的那种之一。结果你把这个加进来，然后你把一些比如说辐射四的东西给移掉了，比如说开商店你移掉了。啊，做自己的灯移掉了，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你离完美就差一步，不是？你但凡不把以前的东西改掉，您就他妈已经他妈完美登峰造极了，您就非要去改两下。这和我当时对辐射四的评价一样，你说那对话栏需要改吗？你非要改。你说辐射四那套建造系统对吧？你就把那商店换个皮，然后你就把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随着视角移动这些东西都他妈的老老实实留下来不就好了吗？你为什么又要改这种东西，没有必要的东西又要乱改？我不太理解，这我是实在无能理解，不能理解不了。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这个扳手，管钱扳。每个人都要有个胶带，这些是必备的对吧？胶带这可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我看船头还是不好。水平仪，战斗位置是什么痛？禁闭室。诶，容器。
咖啡杯。工具。马克笔，蓝色。马克笔，黑色。这个飞船的面积好大哎，遮住不少东西啊，其实。装饰警告标志 Caution 太空蛙看这场景，一看就知道啊、哦，这个人在做飞船模型。飞船。我要确保一件事，就是我的据点里每一个地方的摆放，都起码能勾勒出一个小事情，就是这些东西的摆放必须是合理的。这个桌子上之所以摆这些东西，是有原因在后面的。每一个地方必须要成，没任何东西都不能随便摆的。就包括这个工具房，每个桌子要有它的功能。这边这个人是改武器的，这边这个人做飞船的，这边这个人做电子器件的，这些全部必须都要顺理成章。比如说这个病床上住的是谁啊？是个孩子，所以有这个玩具，有温馨的盆栽灯，有飞船，这全部必须要合理。然后这边。你看这边我们有咖啡机对吧，那你如果有咖啡机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人用，所以你旁边必须要有个咖啡杯和一个用光的咖啡袋，这件事情才形成了这个时间连续性对吧。你看，然后这边喝茶的有一个人准备泡茶，这些东西都必须是对的。然后鉴于这个有的时候员工可能在这里冲牛奶对吧，咱们这边有饮料机，冲牛奶的话，那就要有麦片。然后你一个厨房要做饭，对吧？你一个厨房要做饭的话，那你要用烤炉的话，你就必须要有隔热手套啊。你要做饭的话，你冰箱里必须要有东西啊，要有原料啊。也有一些素食，然后这边是这种原料也要有，锅碗瓢盆也不能少。如果你要摆一个军粮盒装包的话，你最好旁边摆一个装，这不是三个装的吗？以确保就感觉是真的有人在用这个东西，而不是直接往这一放。然后包括这边，你看菜单就要放一个菜单的东西，然后这边还要放一个这个我的人生快餐生涯。然后你要有垃圾桶吧，你不能没有垃圾桶，你甚至要有这个灭火器，对吧？咱们所有东西的摆放都要讲究。这边有人在下棋。听音乐的要立体声。领悟到了 BRPG 的精髓。
好了，摆完三个房间了，差不多了吧？他妈该出去了，靠！出去找垃圾，回来继续摆。对，出去找垃圾，回来摆，朋友们。还能搞？垃圾们，我来喽！我垃圾王再次出发。垃圾王准备杯赛，主要是杯赛没有加拿大分部，我倒是想去。我如果哪一天真能去 BGS 工作，那是怎么说，白日梦成真好。但是问题是我不想离开温哥华，所以这件事不太可能。我怎么还超重啊，垃圾。垃圾不放下。等一下，我想在上面看一下这个底下。Captain, do you require my assistance?我们的哨站，我从外面看一眼。哦，这个船头柜，因为这个上面呢也是有一些地方有玻璃的，其实从外面看的时候有一种独特的感觉，就你从外面透过窗户看里面那种细致摆放的东西和你在里面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看一下啊，透过这个小窗看我们里面摆的这些精心摆放的这个食堂。说实话，这个地方的摆放是不是看上去就像是圆盘摆的东西？然后再往里面放几个真红舰队的海盗，那就是一个巨，一个被攻下来自己摆的。看看这个起居厅。毕竟那个土卫六不也有这种样子的那个起居舱？哒哒哒哒哒哒。对了，Bethesda，我刚看到他发招人。招人上面画着三个图，一个是星空，一个是辐射，一个是上古卷轴六。Hello. 我操！那就赶快灵动起。哎，可惜啊，他没有将，他应该不会有什么温哥华分布，否则他如果有的话，立马准备。嗯。我们现在该去哪呢？我本来哦，找咖啡。咖啡。做任务就找咖啡。猎杀狮子星，我靠，这鬼地方的这个跃迁路线全是红的。哎，不是，我怎么现在飞船跃迁能力这么拉了？你自己不是说要用差一点的那个引擎？啊，对哦，好像你说的有点道理。自己说的，我还特地把燃油限制在100，因为这个。我要顺便那个多探索探索别的地。我特地把燃油就用那个低的那个低一点量限制在100，才不会跳太远。